我跟你说，这一件呢、啊，就是滑到不行，凉到不行。好，首先呢，这个绑带它是造型用，然后呢，它这边因为已经有做缩腰，所以你有发现我还没绑的时候就已经有缩腰，因为它整圈都是细的缩腰。为什么这次做细的？因为让大家夏天不要很热，所以呢，我们做细的。再来，它是有一点点雾面的蓝色，里面你可以自己加一个小可爱，像我这样子。好，再来呢，跟大家讲这个。绑带绑起来，它是一个视觉效果，就是蝴蝶结。你绑好之后，它这边呢就会比较紧靠一点点，长度一样，因为161公分，所以呢150刚好差不多要落地。那我觉得也不会说需要修改，左右两侧都有一个非常棒的不会走光在膝盖上的一个叉。如果是我呢，今天比较休闲的话，我可能就会这样搭。我喜欢这种大大件的衬衫 ，oversize， 这也是很有质感，而且呢外面比较少有，所以我觉得穿出去也是。是非常非常厉害的，搭一个拖鞋、小白鞋、牛仔外套，真的可以很轻松的驾驭它，大家不用担心。而且我觉得绿色它反而可以多穿一个休闲的感觉，然后蓝色是比较走宴会，然后女神的感觉，所以其实我觉得两者不太一样，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按照你自己的喜好。